你好，我想开一个账户。好的，请问您的证件带了吗？带了，这是我的护照。好，请先填一下这张表格。好的，给你。请输入您的密码。请再次输入您的密码。谢谢。好了吗？您稍等。好了，这是您的护照和银行卡。请收好。谢谢。